这次来到日本平啊，这附近范围有九能东照宫啊，以及就是展望台，就是看富士山。那我们开到山顶了，那其实这里有一个坐缆车可以到九能东照宫，然后再回可以再回来。那这个景点大致上这样，这里有一个梅园。主要就是再来看富士山了、啊，那我们出发。这里有设置一个空中展望台，风有点大哦。那我们就走上去咯。哇，在这里就看看富士山咯，放大放大，看到了吧？好，进去。这里有九能东照宫的简介，因为我们要上去展望台，要先经过这里啊。上来这里是完全免费的，哇，好棒的景啊！哇，看到了富士山的下方是日式小庭园，放大放大。清楚吧，富士山漂亮，能见度超好，这个视野真的是太赞了，太漂亮了，富士山，富士山，富士山，耶、yeah!展望的空中回廊就是天空步道了，其范围就这一小圈而已，绕着这个电塔走。哇，这电视塔也蛮高的啊。再来看一下富士山啊，樱花富士山，在银望台这边可以拍得像明信片一样美美的富士山呀、yeah, 就是这样。在日本平这边的话，那我们就先告一个段落了，这一段的 ending。